小禎驚喜獻花胡瓜，甜曝探班李進良事蹟。实习医师窦格主治医师于秉彦、左起、小禎、王惨。图民事提供。201803.12。小禎加入实习医师窦格剧组，饰演骨科主治医师欧阳锋的他，会要到医院取景，但他表示自己姓朱，并不害怕到医院拍戏。今十二。日爸爸胡瓜恰好在民视录制台湾那么旺，小禎特地准备花束到棚内探班，更笑说知道爸爸腰不舒服，特地来帮他瞧一下，更大趣表示塞钱给女儿腰就不会痛了。胡瓜透露，小禎加入剧组竟是定妆后才传照片跟他说，原先胡瓜还以为小禎是参加公益活动才穿白袍，没想到是加入实习医师窦格，表示看到小禎努力瘦身，不仅拥有健康，连工作邀约也变多，让他很是感动。小禎更撒娇要胡瓜晚上准时看他的演出，展现妇女情深。小禎探班爸爸胡瓜，图民视提供201803.12。饰演骨科医师的小禎表示，目前拍戏都很顺利，也感谢剧组让他保有跟女儿互动的时间。笑说剧组的下午茶真的跟医院医师的下午茶一样高热量。透露以前去医院探班老公李进良的时候，发现他们都需要在短时间补充热量，所以下午茶都是炸鸡、披萨、珍珠奶茶等等。对于剧中的专有名词，他说还好编剧都很专业，拍戏的时候都有医疗顾问在旁边指导，所以老公暂时没有派上用场。